是我们 AMP 在华纳微秀里面的这个桂惠哦。那在我旁边呢，就是我们 NTEC 亚太区的行销经理，欢迎 Peter。 你好。好的，那我们 Peter 呢，今天要来为我们介绍我们 AMP 里面所有的这个热销商品哦。那么第一样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两个身后的这个SP1 无线动听行动喇叭哦。那请我们的 Peter 帮我介绍一下。那这款呢，主打商品 AMP 的一个 SP1 的无线动听行动喇叭，它是采用一个蓝牙的方式去可以跟你的手持的装置连接，譬如说你的手机啊、telephone 或是说甚至说你的 notebook 去做连接。那另外还有提供额外的 3.5mm 的一个cable 线来做连接也都可以。那里面的我们是采用的锂电池或者一个充电的方式，所以说你就不用再额外的去做一个 adapter 的才去充电。那这个充电的方式是非常方便，就是只需要用micro USB 来充电。那这个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说，它里面有内建的一个microphone， 那你可以当你在跟你的手机做连接的时候，你如果有来电的话，你可以直接按中间的一个按钮来接你的来电。所以说就是我说用这个喇叭听音乐到一半，然后呢我的电话，手机的电话来，然后可以直接用它，就不用用电话来接电话。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喇叭来做应答这样子。是。那这个里面的内置的电池呢，它可以提供到10个小时的一个播放的时间，那待机时间可以达到480个小时。哦，很久哎。那内部的这个喇叭内部呢，里面是采用两个立体声的一个单体，还有一个被动式的低音喇叭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喇叭可以跟你不要看它那么小，它其实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喇叭。那你也可以带着它到处走，你可以去带去骑脚踏车的时候使用，或者说你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去做洗澡，也可以拿进去，然后有电话还可以顺便接。对。OK。下来第一个呢，要为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个主动式蓝牙抗噪耳机，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这款耳机叫做 ISO 的一个蓝牙耳机，那它里面有特别功能，就是说它会提供的主动式的一个抗噪耳的一个功能。那这个上面是一个其实一个是整合型的一个控制器，那而且里面也有内建的一个麦克风。那这个控制上面呢，你包括可以调大小声，是，那可以选歌，可以暂停。对，那其实所有整个控制都可以一手让你掌握。那另外的是，它既然说有麦克有内建的麦克风在里面嘛，那所以说当你在使用手机做连接这个耳机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在可以在你有来电的时候都不需要再触碰你的手机的状况之下，直接按中间这个按钮就可以接听你的电话。而且通常会使用蓝牙耳机的朋友，有时候是骑车嘛，对，所以这个看不到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那这个而且这样子的一个耳机可以让你真的是感觉不用再受到这个 cable 线的一个纠缠，对，那你可以享受到一个更方便性的一个行动的无线行动生活。是，好的，那除了我们这个抗噪式耳机以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蓝牙接收器在我们这边。这款是一个叫做电影的一个蓝牙的媒体的接收器，它可以帮助你的耳机变成说有线的耳机变成一个蓝牙的耳机。是，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就是非常方便使用，也不会受到这个 cable 线的一个纠缠这样子。对，那其实它上面是一样，上面我们做一个其实里面一个整体控制器。对，那里面也有 microphone， 那当你在当你透过这个来连透过这个接收线来跟你的手机来做连接的时候，来只要有来电，你只要按中间的一个按钮，你就可以应答你的来电。是，那在蓝牙接收器的部分，我们推出了一个方的一个包装，那只要买这个片的蓝牙接收器的话，里面我们额外的再送一个直接送耳机。对，因为蓝牙接收器一定要搭配耳机，不然蓝牙接收器要干嘛？所以呢，我们就直接送你一个耳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哪边去呢？再看看。好的，说到我们行动影音周边呢，当然呢，最重要大家每天都会用的就是我们手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power bank 的行动电源是绝对不能少的啦。所以呢，来我们的 AMP 这个专柜里面呢，也有我们的行动电源哦。所以来 Peter， 我们这个我手上的这个是3000的，对不对？对，这个是叫做 power 3000的行动电源。那我手上这一款叫做 power 6000的一个行动电源。那其实这两款的电源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里面是使用这个日本的电池，那不会说像一般的外面的你可以买到的是用一些大陆电池，对，没有China这样。对，那其实对于这个你整个使用上面的保护是一手一
会有造成一些问题的。也许可能你买别的牌子，可能充500次，然后再灌注这样。搞不好也不一定有500次，搞不好可能几次就没有。200次、20次。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是有保证的。对，我这是有保证的。对。那其实我们的 Intel 我们的主要的强项就是在 Power 嘛，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行动电源的时候，也就是说用做电脑 Power 的心力去做行动。对，没错。对，然后呢？哎，刚刚说的3000、6000，可能有些人他没有概念。我们来讲一下，比如说像你可能用 iPhone 来说，3000的话，我们可以充几支？大概如果第六使用3000的话，就可以充1支半左右。一支半是完全没电的状态，可以充完全没电。对。哦，那如果6000呢？6000的大概在差不多2支再多一点。对，数学不好。好的，反正在这个。Power Bank 里面我们也有使用到一般我们在电脑供电工具的一些保护装置，比如说这个过热会自动断电，对，没错，真的假的？过温会，随便乱讲的，是它过温还是我的手机过温？就是它这个电脑。哦。那当然了，它这个过温呢，等于说你手机也会过温了。那所以说，在这个发生之前，它到当你用安全的这个，就直接断电。对，没错。聪明啊。对，那还有这个防止过充或是过放电的一个保护装置，那是就是它意思是我充到100%，但是我没有看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供电了，这样吗？就是说，防止，就是说，譬如说你那个电，过放电，是，在那个充电头过放电，过于 over 这个快这个手机电池，是这样子，对，那也是那过充电，就是说，保护说在当你在为这个使用电在充电的时候，对，防止它过，不要破坏它的寿命，对，没错，好的，那还有除了这样子以外，那另外一个特别就是说我们厂里面常说叫做 Intel 的 True Power 啊 Mobile Technology， 那这个 Technology 是当你的手持装置在使用这个充电的时候已经充满了之后，它会自动的一个做这个断电的一个动作，这样子，那就是说也是可以让你的行动电源的寿命不要浪费电，对，的生那个寿命更长。接着下来呢，我们还要来看什么呢？请冷静的跟我说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个行动装置的一个充电器。接着下来，我们刚刚介绍完这个行动电源以后呢，充电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呢，你总不可能在家里也要用行动电源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有朋友来家里玩，但是插座不够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大家在外面现在都有很多低头的。像主持人本人是，他回家的时候可能100%只会变成剩30%或剩40%，这个时候呢又要充电。但是如果家里有很多人啊，插座不够用怎么办呢？找 Intel 就对了。为什么呢？来看一下这个。首先为大家介绍这一款有4个 USB port 的一个 USB 的一个充电器。那它上面的4个 port 有其中有2个是提供于 A 安培的。的充电的，那另外2个是2A，那所以说换句话讲的话，可以适合说iPad 啊、iPhone 啊，或者其他的不同型号的智慧型手机，同时做一个充电的功能，特别是你在家里，你爸妈啊或者你自己有好几台这个行动装的时候，都是非常适合使用。你看，像我 iPad、iPhone， 然后有 iPad， 然后呢还有在用 MacBook 不算哈，所以呢，比如说我可以2台充那个手机，然后2台。充 iPad 这样子，没错，对。那你4台，你虽然说同时在充4台的装置的时候，那你也不要担心说它电力不够，因为这个我们是提供到 total 5安培的同时的输出。是，对。哦，所以就是全部插满也没有关系。对，没关系。好的，非常有用，所以呢，等一下就先送给你啊，不是。好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各位朋友也有开车的朋友嘛，所以呢，开车的朋友要使用的车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 Intel 也是有推出这个车充。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Go Charger 的一个 USB 的一个车充，对，那它上面有两个是，一个是提供的1安培，另外一个提供2安培的一个电流。那这个车充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在这上面有做一个保险丝的一个开关的这个设计，那它就是说防止当你说你的当你在开车要发动的时候，一个电力的一个突波会对保护到你的装置这样子。那这个保险丝呢，是就是也等于说我们一般的汽车用的保险丝，所以说你虽然说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对，你如果说你的保险丝真的烧掉了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汽车材质量去买，这个非常方便，买的非常方便，都很容易就可以买到的。对，没错。好，这是我们这个充电器的部分，接
那这是我们另外一款两个 USB port 的一个 USB 充电器。是。那它上面两个 USB port 都是可以提供到两安培的这个电力，是去帮你的行动装置充电。那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是其实除了居家使用，我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子转来转去，对不对？那这个是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刚刚说居家旅行必备两款，对不对？出国自用两款，没错。那在这个 USB 充电器里面呢，我们有另外提供三个的转接接头，所以说你在家里也可以使用以外，那你带出国使用也都可以。对，就是它可以直接从台湾用的，然后变成这是哪一国用的？欧洲用的。欧洲用的，那也可以变成香港啊，在香港、英国。对。然后所以呢，就是可以直接这个就可以做转换，所以就只等于说，你出国的时候呢，只要带着这一个充电器。加上它的转接头，你就可以一次可以充两个电喽。没错。好的，到了我们这个产品房的最后呢，就要回到我们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个区块啦，就是我们的这个荧幕清洁这个部分。那这边有很多部分，像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比如像我们刚刚这个 Sen 啊，或者是我们的三叉，或者是我们这个凝胶的这个组合，或者是这个随手可以就是单片单片的这个荧幕清洁的这个擦拭，相信大家都有看过了。那么呢，所以呢，我们就不多介绍。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过来参加开盒活动，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这个 Intel 官网上面也都会有。那么我今天来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因为为了庆祝我们这个 AMD 的首间直营店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只要来到我们的 AMD 的专柜，只要打卡按赞的话呢，我们就会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联名的这个试镜的试用包，对，以及我们这个明信片哦。所以各位朋友，如果呢你是要来看电影的朋友，是要来逛周年庆的朋友，或者是要来吃饭的朋友，都可以呢走过来我们的 Antique AMD 的专柜，就可以打卡按赞拿赠品喽。那么呢，今天呢除了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所有的好康，这个 AMD 这里面所有的好康优惠以外呢，我们的 Peter要为了我们广大菜谱的这个粉丝，我们要来凹他，我们要来送赠品的。今天要送什么呢？今天我会送给菜谱所有的会员，就是说只要答对问题，就我就送这个 Gain 的一个无线的那个蓝牙的媒体接收器。对，那这个是一个翻斗包，那里面还有附一组耳机。好的，那我们要送两组给大家，对不对？好的，那么呢，我们要来问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全球首间的 AMD 直营店是在台北市的哪里？这也太简单了吧！我现在立刻回答，你可以送吗？不行，好算了，好嘞。那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在我们刚刚有介绍过的这个 SP1 里面，请问这个 SP1 喇叭它的全名叫做什么？各位朋友。要全名哦，总共就是 SP1， 然后后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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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有八个字 ，SP1 后面有八个字哦。如果不知道的朋友，可以那个撸回去前面的影片看，或者是我们也会附上我们 AMD 的这个粉丝团的网址，对不对？所以呢，各位朋友，你赶快来上网，就是来告诉大家，赶快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台北市的，我们的直营店在台北市的哪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 SP1 这个完整的全名是什么？赶快来得我们的奖品喽！